杨佑博办公室独家曝光，靠墙的这一面公仔是他过去砸重本投资的收藏。这一只最难。这一只叫什么？这一只是跟月美君合作的，然后是拍卖才买得到，这一只很难。这是美国的一家杂志，然后他那个时候是跟所有的设计师合作去推公仔，所以这一系列还不错。你可以问焦啊，这一系列就是焦卖我了。这是周润发的黄金甲，这个啊，这是友常送的生日礼物。光是这一整面墙的公仔收集，就够让蒋友博买部跑车。时尚潮人不止迷公仔，也疯刺青。我身上现在13、14个刺青吧，有一条大龙盘上来，下面是小龙。我也属龙啊，那总不能只有老婆保护女人嘛，我也是，所以我也要在旁边啊。我儿子是猴子嘛，女儿是羊，还有两只鲤鱼，然后还有刺我小孩子跟我老婆的名字。其实蒋友博不止自己刺青刺上了瘾，现在设计了这么一款刺青版隐形眼镜，眼镜周围围了一圈梵纹刺青。你可以去脸部任何地方你可以去整形，但是眼睛是没办法整形的，所以那时候就想说，如果眼睛上面可以刺青会什么样子，所以就有这个概念。这样的概念的确很创新，不过鬼月要到了，戴起来的效果像不像带点时尚味的阿飘？电视业被吴张哲祥台北报道。